我翠花今天走不走？这家伙整两个豆角籽儿，这细了个秧子长这么高，再不出来都长寸挺的了。我说这两天还有洞，那你说咋整啊？我必须给他栽地去，实在不行我再整第二油。涛哥，好好干啊！我今天就用这个锅水给你来顿饭，咋样？都是秀我的呀，这个锅。看看啊，这小冷给它打上，把这个豆角整出来。涛哥，不是我不给你做饭，是今天风大，有时候闪舌头，哈哈，怕你吃饭闪舌头啊。那咱就不能在屋里吃吗？这风凉天搁屋里吃饭又浪费了，你说的，这个空气多好啊！蓝天白云，小风习习。哎呀，看看人家，拧大秧歌的才回来。有句话说得好哈，有钱人农村是净土，没钱人农村净是土。这咋理解这句话？你说的，净是土呗。然后我家也整园子了，然后那大哥也种园子了。看了看着，这是干活人，早给干掉了。哎呀，也也也呀。这两山夹一沟地方，就是铺上点道板儿，这样的话呢，采摘的时候比较方便。咱毕竟不是说种大地，咱这就是个园子，以方便采摘为主。看看这几垄地都已经打好了，咱再铺上薄膜。啥也别说了，涛哥干活就是迅速，看看一个人就把薄膜扣上了，你信吗？可能的。今天风大，别闪着舌头，涛哥啊！我可没瞎吹，是你吹的。这不是我替你吹一吹吗？我怕你不好意思说呀。这一扣上薄膜，就感觉是吧要种地了。但是栽苗子得有六一啊。我们都快干完活了，你咋才回来呢？你说你就不能回来干点活再溜达？就是你怎么样子压着点那个塑料布也行啊。趴着了，热，把道板给它铺上啊，然后咱这么来回走，它方便，采摘一下它也干净。哎，这小眼睛终于好点了，有点神了。这几个苗子长得细不连天的，就是你们喜欢的形状，是不是、啊？苗条。不对，我喜欢那个胖乎点、胖乎点的苗。准备开始栽苗子，开始起苗子，这可是我自己种出来的，咱关键还有点籽儿。如果说的这波动了，咱下波再接着跟上。哎，挺好挺好，咱就直接栽了，这杆子已经太长了，我再不栽出来，搁屋里长窜顶了，就等于是两米的女生大个，细溜的，挖坑。栽个苗，埋点土，就等它长了。这几颗豆角秧都整上了，行不行就交给天意了。这豆角已经栽到地里头了，开始做饭。来上一个羊排。这家伙干点活就得整点好吃的。吃是最重要的嘛。冷水入锅焯一下。哎，这羊肉啊，咱用水给它焯一下，去一下膻味儿。起锅烧油，葱姜大锅，等羊肉没关。这小羊肉都是带脆骨的，正适合于晚上没事干的牙。后边地也是这样的，不玄乎，二里地都能闻着膻味儿。赶紧铺点料酒，本来想清炖喝点汤，这个膻味太重，红烧了。这就给它膻味多炒一会儿啊，加头，盖锅开炖了。哎，看一下啊，这小羊肉色儿不错呀，咱们快熟的时候再放盐啊。来，哎，就这点小汤，咱给它靠干巴点儿。这光一个肉汤那么膻那么腻肯定不行，来一个素豆皮搭配一下子。这个豆皮方法很简单啊，用开水给它烫个五分八分的，完了咱是凉拌呢，炒啊，涮火锅都嘎嘎地。现在这小火烧的带劲儿，涛哥像样。
咱比这涮的干一点。起锅放油。哎，都给入锅。食盐，来点十三香。哎，这就出锅了。豆皮炒辣椒、炒韭菜啊，或者做个烧烤小豆皮都可以。这小东北农村生活带不带劲儿？滋不滋润？开饭了！今天这小菜儿得喝一杯啊！这可不是个矿泉水，这也不是八加一，这是桦树汁儿。别整太满啊，这碗挺珍贵的。就这个小味儿，做的必须好吃。嗯，那先喝一口。哎呀！哎呦我！其实吧，桦树汁儿没啥太大味道，轻轻的有一丢丢味儿。哎，来一块羊排。哎，还给这红烧。不膻了，这又是清炖，不搁点料、肯定膻的不行了。哎，这得来一块精排的地方啊。别说了，嗯，一小根儿。哎，再来上点这小豆皮儿，荤素搭配啊。天然饮料。